小心着凉。表姐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好久了。那我一直靠在你身上。嗯，脑袋还挺沉的，压得我手臂都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不耽误西小姐。你一天没吃饭了吧？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好啊。下着雨呢，干嘛坐外边？不嫌冷？这可是天天火爆排队排到凌晨的网红餐厅啊，我们有个座儿就不错了，别人可是求都求不来的。是吗？你天天只和患者打交道，这种信息不在你的认知范畴里。确实，那以后你要是有空，就多抽点时间向我科普。那不如我们来个双向科普吧，一台手术真要这么久？还有更久的呢，见过24小时车轮战。真这么久啊？那如果想上厕所怎么办？累了怎么办？脑手术很复杂的，通常都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，所以别人工作的时候，我可以适当调整。来。我们店自创的川味牛排，尝尝看。谢谢，慢慢吃哦。想知道怎么给人开脑吗？怎么开？先把头发剃了，然后用一种线锯前后拉，锯开头骨，移走骨瓣，剪开硬脑膜，找到肿瘤的位置，去掉它，手术就完成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但可惜，这丝毫不影响我的食欲。谁说的？我从来不吃辣的。小胖胖，你是不是又没有吃饱啊？太好了，我吃不完，我的给你吃。什么票啊？小胖胖，大陀螺转不动，大块头。你干嘛欺负他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女侠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帮你去。辣有什么？
不起的。你真的不能吃辣吗？温医生，你是对吃辣有什么执念吗？还是说，你的交友标准是按照吃辣的凶猛程度来评判呢？只要你不怕他们，他们就欺负不了你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以后他们再欺负你，找我就行了。谢谢你，那我以后去哪里找你啊？十一班，我叫从容，你也可以叫我女侠。朋友的朋友，他骗了。我懂了，看样子温医生怨念很深。真想看清楚他脑袋里想什么。小心着凉。一会儿去见林大爷吧。写的不错啊。